喜欢的口味，哎，这个是保险箱，不是保鲜箱。哎哎呀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你在我家？你来干嘛的？我是来业配的。聊天室，不要闹好棒！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的话，你们可以知道说我香港的家最近被抢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在影片上面要不要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毕竟我爸妈不知道这件事情。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家被抢的影片啊。 Okay, I'm taking a video for you. Tell me if I'm missing any parts for you. I guess I'll start here. Because毕竟呢，大家都不住在那边，疫情的关系嘛，所以当时家里只有保姆跟 Q B。那保姆呢，她就是每天要带 Q B出去散步啦、上厕所之类的啦。所以这个歹徒应该是盯他有一点久了，然后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就进去。那说，哎，他到底要怎么进去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，在国外就会有个习惯，我们会把钥匙放在你要进家门的踏垫底下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观察他很久，然后找到那把备份钥匙。 然后呢，他闯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家大人就是翻箱倒柜，还好保姆出去了20分钟，所以他应该也拿不到什么东西。其实我爸妈自己就一直跟我说，家里一定要有保险箱放重要的东西，因为我记忆里的保险箱可能就是像饭店那样的，就可能一个小盒子这样大小，然后我心想说这样的大小我能放什么东西进去啊？结果我完全没有想到保险箱可以是这样大的，可能还有更大，我没有看过啦。好，我这边想要问一下说，你通常会在保险箱里面放哪些东西啊？ 我通常会在保险箱里面放一些钻石啊、名贵的表啊，或者一些精品之类的。然后我还会放一些，就是可爱小礼物，哎，就是。
可爱小礼物啦，这跟我人设有点不搭。反正我觉得很喜欢的东西，就不能弄丢的东西，我就放进去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有哪些东西是非常有纪念价值，而且你会放在金库里面的吗？譬如说像一些精品，好啦，黄金、钻石之类的东西，就一定要放进去，这个别想都不要想。然后再来就是护照、存折也会放进去。再来就是粉丝送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水晶女孩啊，这个很珍贵啊，这是罗杰送我的耶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赶快介绍一下我们的发艺金库有什么特色。保险柜除了柜体坚硬、安全有保障，发艺金库这款鎏金砂保险箱重达65公斤。哎，65公斤大概是怎样的概念啊？大概是26个 U 壶吧。高贵优雅的金属版面，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保险箱。60分钟防火认证，不用担心纸类物品被烧毁。门片加厚，重量非常重，一般人啊根本无法移动。使用上呢？非常方便，只要输入密码即可打开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刺激的环节。没错，我要把它打开了。首先，我们先用正常密码来开一次这个保险箱，密码是1234。但是我家我不会用1234，好不好？不要想偷开我家哈。来 ，C1234， 然后我们按一个进，打开给大家看。重点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小秘密，它有虚位密码。哈，听到这边各位一定搞不清楚什么是虚位密码，对吧？虚位密码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有指纹，或者是有人在偷观察你，这时候我们就使用到我们的数位密码。虚位密码，不管你怎么按，只要你有按到刚刚我说的那四个数字，它就可以把保险箱打开。例如说，现在我按了 C， 对不对？352，哎，乱按一通，可是最后1234紧。开了，大家一定第一次看不懂，没关系，再示范一个 C731234777， 又开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只要把这个密码混淆好，在很多数字里面一样打得开，旁边的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密码是什么。前面的流沙金面板啊，它基本上是磁性的，所以你绝对不用担心你们家的风格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家风格不适合，没有这回事，它可以拿下来更换。发艺金库啊，在台湾服务超过了40年，全台湾的款项最齐全，保险柜的专卖店，售后服务超级棒。发艺金库还会协助大家把保险箱固定好，这样就不用怕被搬走喽。有任何需求，大家都可以到门市去体验使用哦，不必担心网络购买会找不到人维修，或是找不到人询问。有保险箱的需求就找发艺金库。哎，阿蔡，你懂叫卖吗？说啥？我不懂叫卖？你没有在看我直播的时候，虽然是在游戏直播，我都在叫卖。我跟你说，来发艺金库对吧 ？OK。老店就老开，阿爸就阿妈来，今天你这发艺金库一定要买，为什么？在我们这台湾的宝岛上面哦，服务长达40年啊！你看你能活到40岁吗？不一定嘛，对不对？既然可以这么久，然后呢，它的款式齐全，能不买吗？能不订购吗？你家想被偷吗？现在这个外面真的是死鸡掰掰，你敢不知？我香港才被偷完了，你很难说哦。香港这么安全的地方，台湾你什么时候住那个套梯的房子？没有管理员怎么办？就是要来发艺金库。啊，如果你很担心，我又没有看过它，没碰过它怎么办？不要紧啊，我跟你说，实体店面给它去起来，一定就会有人跟你介绍了。然后你想说，天哪，我这个保险箱保险柜直接被人家搬走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师傅绝对到你家帮你安装好，固定在那边，小偷想搬也搬不走，除非他今天是雷神说的搬走吗？应该有机会。但是雷神索尔就很难遇到啊。没错啦，除非你今天遇到雷神索尔啦，你遇得到吗？你遇得到吗？再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最怕是什么？我今天买的这个东西，然后怎么办？哎，好卡贴啊，什么狼要修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这个发艺金库你这个电话拿起来给他打下去，绝不会找不到人。有什么问题就问他就对了。各位，来一发发艺金库吧。